好啦，转呢个咧就系香港体育院湾啊，复个宝就放头嘅风云武士就已经咬住第二啦，第五位出边黄武咗安泰啦，银藤啦，内栏位置仲有星云笑着啊，响马林中间日日赢啦，出边健康之星啊，最出粉红眼罩咧出就快过金发盛世，俾人顶咗喺外边啊，尾五嘅，后边四只绿色好运，内栏尾四，拍住中间满欢笑啊，天生够响咪就尾二啦，暂时殿后系飞象嚟噶，好啦，转呢个咧就系香港体育院湾啊，复个宝就放头嘅风云武士就已经咬住第二啦，第三位嘅穿甲战鹰快乐骑兵第四啊，第五位啦外边啊安泰啦一路兜大弯啊，内栏仲有南山白帽星云笑着啊，中间大约跟住个第七位就银藤啦，后边咁啊等入边喎，绿色好运啦，中间日日赢啦，攞出去外边健康
斯咁啊，澳洲新年原本落幕啦，都系同上次一样，好似都系赢咗七场。我哋再数下先，跑第二名嘅二号星运少将布文啦，咁啊第三名就安泰，银藤跑第四就安泰，包埋 Q 添啊！呢个潘顿布文，二年都得嘅。好啦，睇翻巡台影片。一里步穿甲戰鷹啊，都係少少踢開個閘啊，跟住而家擺得喺個貼欄位置。咁睇翻大我當啦，埋緊嚟嘅金髮盛世咧，然之後安泰、風雲武士啊，同埋福國寶、花落奇兵係二貼嘅，穿甲戰鷹呢度捉住啦，貼欄係啊，等遮擋啊。銀藤喺個後邊，跟住啊星雲笑著，安泰係三貼，健康之星係三貼，四貼啊金髮盛世，較位置咧。日日贏啦，跟住綠色好運嗰只滿歡笑啊，包尾一對天生夠響同埋。嗰只飞象，银藤啊，摄得好好嘅，不过直路攞位嘅时候少少支助啦。但我都冇谂过跟得咁前啊，可以啊，因为银藤咧啱啱就系拍住咗只星云少将咯。上次系两只马斗，今次系星云少将赢翻佢。安泰就蚀啲咯，三碟系两个故事啦。佢入到直路初其实都拍住只星云少将，骑落去都得咁多，咪质素有啲唔同啦，可能。但你话三碟网空今日都几蚀噶？直路睇下星雲笑著啦，一路跟住風雲武士，佢又俾人拱翻佢埋去啦，變咗星雲笑著。頭先本來已經望空啦，嗰只安泰都打到興冚冚啊！飛將啊，有幾步睇下，但係我當係日日贏，一下一下噶。其實跑兩步佢有機會第四嘅。